深信集團成立於1965年，是香港唯一一間擁有 paper trading 和 paper manufacturing 的上市公司。業務範圍廣泛，除了同紙有關的業務之外，我們都有海運業、航空業、房地產業務和快速消費品的業務。目前我們在包括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韓國和中國在內等多個國家超過35個地點展開了我們的業務。現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，客戶的行為和市場的需求也不斷地變化，例如電子商務的興起，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可以及時響應的系統，去配合我們業務多元化的發展，提升我們客戶的體驗。與此同時，我們都希望可以憑數字化，可以令到我們集團領先於同行。 SAP 系統連接了整個的業務，所以是不容許停機。除此之外，系統儲存了很多重要客戶的信息和一些商業的數據，因此必須要安全穩定。我們和 Dynasys 合作實施 SAP 的項目很多年，他們很明白到我們集團的願景，當然他們也是 SAP 的解決方案的專家。我們建議深信集團在 Microsoft Azure 上面使用 SAP 的電子商務平台。 Microsoft 一直是 SAP 的合作夥伴，藉著 Azure 強大可靠的高速計算能力和雲計算軟件包，使到整個系統都非常穩定和安全，它是非常合適深信集團的全球營商環境使用。我相信 SAP 可以提供到一個優質的電子商務環境。除此之外，在 Azure 運行 SAP HANA 系統的速度可以提升超過 50%。 最重要的是使用 SAP on Azure 令我們可以靈活地管理我們的業務。